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刚刚那些好字幕的影片传到 YouTube 上面，所以我们在登录 YouTube 之后呢，在你的右上角建立这边有个上传影片，哦，上传影片，然后把我们的资料夹打开，我们刚做好的是这一片哈，那我就把它拉过来上传影片这边，然后顺便把名称复制一下。好，影片的标题。好了之后，这边呢有一个清单哈，就是如果你上传同一类的影片，你可以勾选你要把它放在哪一个清单，那人家从清单进去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同一个类型内容的影片。好，就下一步，下一步，发布，下一步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它会先把你的档案做上传，上传之后呢，它会再帮你转成 HD 的画质。好，那我们要等它一下。那等它转好 HD 画质之后，我们再来上万国字幕。